轰隆隆隆隆隆，看王子都在创造营呢、啊、深井烧鹅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我这个 title 呢是筑梦官，筑梦官是给各位学员们加油打气撑腰的。大家也都知道哈，我有个这个唱歌梦想，那唱歌梦想也是筑我自己的梦。舞台上各位学员们可以称之为我的老师，向各位舞台上的老师们来学习经验呢。温客行如果来到创，我觉得他是一个 rap 担当，因为他非常能说，只要稍加学习节奏，我觉得大有可为。大家都称我做温大善，我温大善人翩翩君子，温润如玉，八面玲珑，和气生财。温客行，真心心万种。阿雀啊，金盖一户，白首不相。温客行，哎，在哪？哎，在哪？哎，在哪？没有，我不认识其他的老师，不过录完之后我都加了微信。我有看过一些片段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宇同学跳的《化身孤岛的鲸》，周深老师的那首歌。其实舞台上的学员都可以成为我的老师，真的唱的跳的都比我好，都想跟他们成为朋友。哎，没有。头一天晚上他给我发微信，加油。突然，没事儿，张老师，你不发红包我也会打扣的。最喜欢的，我喜欢那个 Nana Party， 就感觉很放松。这问题问到我了，说不定呢，是不是？万一粉丝3000万呢？期待一下。我自己特别不会弄头发，妆的话瞎打个底还是会的，头发就是要命了，一般都喜欢戴个鸭舌帽，对，不太会。五五开吧，各有千秋吧，嘿嘿，想考我？全完蛋，都得完蛋，歌舞。台下观众要你命。跳，我唱还可以嚎两嗓子，跳我这个哎呦，同手同脚，可怕。周杰伦老师的歌我唱不上去，李荣浩老师的歌勉强可以唱一唱，王力宏老师的歌也唱不上去。再点回来，把他的歌切掉。没关系，生活嘛就是要快乐就好，粉丝爱爬哪儿爬哪儿，开心就好，做人呢最重要的是开心。我反正是有腹肌的，我腹肌刚开始也是自己瞎琢磨练个2-3年吧，要少吃，一定要控制油，控制碳水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腹肌，就看练的这个块头大不大，反正就是持之以恒，坚持最重要。有时间我就会练，因为很多戏都会露身材。编歌，编曲，我编什么学员还得用优美的歌声唱出来，希望你们耳朵买了保险，岂不乐哉。可能慢生活比较适合我吧，我这个人快综艺可能接不住梗，就是生活一点的可能比较适合我一些。